前面非要把我录出来，我真的好尴尬耶。那个，因为我第一次露脸嘛，所以就压力有点大，有点害羞。有夫妻相吗？真的假的？我以前很白的，就是因为在这边楼村里面那个啥，就晒黑了嘛，太热了。晒黑了，对。我皮肤有点黑，但还好吧。主要是我像个小孩子吗？我不小了呀，我都20好几了，不小了，我都觉得我老了呀。像小孩，不是我这个脸型有点那种光子脸嘛，我的脸型有点像光子脸，所以就看起来就有点小，知道吧？那跟你们靠近一点，聊一下嘛，来，现在不出来也出来了，这，但是压力还是挺大的，毕竟没有出来过嘛。你看我今天也没有准备。应该是你看，应该是见叔叔阿姨们的话，早知道要见你们的话，我就，发型那些吹一下，然后，那个啥，穿个什么西装打领带，对吧？那个正规一点嘛，对吧？这那我都是今天去找阿紫嘛，然后没有看到阿紫之后呢，我就慌慌忙忙的回来了，也没有来得及打扮，就随便的就见大家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大大方方的，是吧？这个我知道，这第一次嘛，对吧？毕竟第一次露脸的话，就有点不好意思嘛，有点压力嘛。但是以后就不会了。太帅了，谢谢，谢谢夸奖，谢谢夸奖。我的话，我配不上阿紫的，只是说缘分嘛，对吧？认识是缘分嘛。下播，对，我就跟着就下播了。下播去找阿紫 感谢点赞，谢谢谢谢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对阿伟的支持。帽子取掉吗？那没有吹发型，我今天帽子取掉也就你看，对吧？你们帽子取掉的话，这个发型也没有吹吗？对吧？这个发型也没有吹。头发有点乱嘛，对吧？这像个小孩子嘛，这我都二十多岁了。感谢点赞，来刷一个前面，咱们把赞赞点一下，赞赞点一下。还有没有关注阿伟的，给阿伟点个关注啊！我以后都用这个号直播，以后都用这个号直播啊。这帽子是戴着吧？这因为我没有吹头发。就洗了头就随便就这样子，感谢点赞，给阿伟点点赞，然后给咱们家把一把二把三点点关注，因为把一把二把三都很支持阿伟。今天晚上帽子取了够帅吗？帽子这发型没有吹吗？谢谢叔叔阿姨哥姐妹对阿伟的支持，一直以来的陪伴啊，感谢大家！祝大家叔叔阿姨哥姐妹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！祝你们越来越好，越来越身体健康。我有点不好意思，然后那个有点害羞。感谢加入粉丝团，谢谢。眼睛一边大一边小吗？没有吧。眼睛就是这样子的，没有一边大一边小啊。来，咱们要站站点一下，好吧？站站点到60万，好不好？感谢加入粉丝团，对，没有加入粉丝团的加入一下粉丝团，谢谢。这帽子不戴了呢？这没有吹发型，这随意的。这头发。我
后面忙一下，对。感谢点赞，谢谢。谢谢叔叔阿姨各级们的点赞，谢谢。不用吹，像个迷信吗？没有吧，我就像我自己，我也很有一个迷信的梦，但是没有机会了，没有机会了。感谢点赞，谢谢。没有关注我的，给我点个关注好吧，叔叔阿姨各级们，我帮我突破一下我的粉丝4.2万，给我点个关注，我以后都用这个号直播，好吧？给我点个关注好不好？太热了。感谢点赞，感谢关注，谢谢。对，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。今天也没有吹饭行吗？就随意的这种。我一直以来不出来的原因呢，就是因为我也变黑了嘛，这你看我这在这边待了2-3个月，3-4个月了，然后呢被太阳晒黑了，然后我就没有自信出来了，知道吗？因为我是一个很在意形象的，身高的话就1.75米，对，你猜对了，我个子不高，就只有1.75米，对，年龄的话25-26了。感谢关注，你们看我下多大呢？就以你们的眼光，因为之前有人评论我说你有40岁了吗？或者有30岁了吗？有50岁了吗？就这样子问我，然后我你们就看我的外表，就看起来我下多大的嘛，看起来下多大的嘛，有没有下30-40岁的嘛，以你们的眼光猜一下我有多大了。24、25，差不多。我不像个小孩了，我都25-26岁了。对，25-26岁了。没有关注的给我点个关注，谢谢。对，没有关注的给二位点个关注。25、22、26，18岁啊，这怎么可能？30岁不到，23，哦哟！听我的声音嘛，也不像个30岁嘛，对吧？听我的声音嘛，也不像个30岁嘛。我就20多岁啊，就20，哎，就25-26岁嘛。那个没有关注我的就给我点个关注啊，谢谢。对，20岁，我都感觉我变丑，越来越丑，没有自信出来了，因为被晒黑了嘛。感谢点赞，谢谢叔叔阿姨哥姐妹对阿伟的支持啊、哦！没有关注我的就关注一下，然后咱们把赞再点一下。没有加入粉丝团的加入一下。对，没有加入粉丝团的加入一下。然后没有关注我的也关注一下，我就跟着就下直播了啊、哦！跟着就下直播，然后我去找阿紫吧，因为我还是去看一下，对吧？今天。本来我今天去他家找他，没有看到他，我就想去找一下他，但是他也没有跟我说在哪里，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。他现在还在直播吗？阿紫还在直播没有？阿紫吗？还在直播没有？没有在直播了是吧？那你们就给我点关注嘛，这维生嘛，维生的话是我的爱好，因为我之前学过艺术嘛，艺术方面，
学过艺术方面之后呢，就是画画嘛，画画这种。学过艺术方面，后面我就学这个摄影方面，因为是爱好嘛，我个人自己喜欢嘛，然后我觉得维生嘛也不是什么社会人，对吧？只要心好就可以了，人嘛心好就可以了，然后我就喜欢嘛，喜欢就为了，也没什么，我觉得大家就给我点点关注嘛。现在这个社会嘛，维生也是一种艺术，对吧？就是自己喜欢就可以了。不再直播了吗？下播了是吧？下播了，行吧，那我也下播了啊，我也下直播了，然后我去找他好不好？我也下直播了，然后我去找他。你们没有给我点关注的，就给我点个关注。然后今天晚上非常感谢咱们家八一，开心每一天啊，那大力支持，还有八二牙业几级啊。还有榜三，我们这位榜三的姐姐也是一直以来很支持的，非常感谢咱们三位八一八二榜三那大力支持，还有后面的拉拉队一直以来也支持阿伟，然后会给你啊，特别感谢，然后八一八二榜三咱们点点关注啊，然后后面的拉拉队咱们也给他们点点关注，互相关注一下，谢谢。那么就这样子吧，叔叔阿姨哥姐们，我就下直播了啊，大家呢就早点休息，然后没有关注的关注我一下，以后呢我会给阿子墨就是发展的怎么样我也会记录给大家看，然后希望呢你们也希望我们能在一起，对吧？这是缘分嘛，能够认识是一种缘分，那么走不到一起，走不到最后也能理解，对吧？晚安。对，大家就早点休息好吧，谢谢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我就下直播了啊，我就下直播了。对，你们觉得我跟阿子墨巴不巴配？你们觉得我和他巴不巴配吗？如果我配不上他的话我就不去找他了，好不好？如果我配得上他呢，我就配得上他的话我就去找他，如果配不上他的话我就不去找他了，开个玩笑啊，谢谢。那我就下播了啊，叔叔阿姨哥姐妹，拜拜，祝你们晚安，早点休息。我就下播了啊，拜拜，明天见啊。